行吧，开机吧，来，哎呦，烟没了，明霄，给我买包烟去。你要我干什么？做那么精说话的听不见的，装中耳炎呢？给我买包烟！我让你喝酒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让我去买烟？你当你是谁啊？没见我们兄弟在喝酒，不让你去当谁去啊？再说一次，给我买包烟，我转钱给你。茅台，我是不是都给你面子了？你别给我蹬鼻子上脸啊！我才蹬鼻子上脸！我再说一遍，给我买包烟，现在马上，我转钱给你。啊，你长能耐了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你今天晚上要是敢回家，你试试。吓唬谁呢你？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咱别喝了。女人呢不能惯着她，我现在转钱给她，你看她买不买？要不算了得了，我们整这两口子干仗，你说我俩就够了。余额支付50,000元，坐着看好了。他敢不买，那叫烟买吧啊！大哥，回来了。我看你平时抽的那个烟不好，来，我给你换了一包好的。不过，双喜，你们快吃呀，是不是太不合胃口呀？要不我再加点儿？没，可以。兄弟们要吃带壳的。哦，好，加菜，硬菜啊！快点儿！哥今天给他们做个表率，什么叫地位？什么叫尊严？短陈翔6:30。